煮一顿狗肉火锅，二哈会是啥反应？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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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想跑了，这是啥表情啊？这是马腾，你这个怂样！哎呀，我这大背锅已经烧好了，下面就准备炖马桶了，好好的炖一下马桶，过个好年。来，狗肉火锅。阿姐，来，你炒地瓜，我去煮锅。马桶，快来炖火锅，狗肉火锅，来，过来。你不是可嚣张吗？把也给炖了，肉堆在这，你给，你抓住他不？嘴都开了，就差肉了。远的打你都抓不住他。馒头酱，馒头，你看，你看，洗个劲儿，你走。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给我过来！我去，你都抓不住他，抓不住他，咱们开始就结束了啊？你看，打开，你连个狗都抓不住啊？连他故意撒一张面巾，呀呀呀呀，给你擦嘞，给你擦嘞，给你擦嘞。完了，来，炖狗肉过来。炖狗肉啊，炖狗肉啊，啊？别跑！你跑啥嘞？你跑啥嘞？跑哪儿嘞？跑哪儿嘞？啊？马桶，有的呢，你别跑，你看我多你看他来回跑，哟，差点滑倒，哈哈哈哈，差点滑倒，马总，叫他好好跑一跑，今天晚上就不闹夜了，昨天晚上闹的我们一夜都没睡。抓着炖狗肉，炖狗肉了，快点，狗肉火锅，狗肉火锅走起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天哪，笑死我了。笑死我了！你都抓不住他呀，大黑。你看他那个样子。哎，不要，我炖不了他，你炖不了他，你怎么那么笨呀？大头，别跑了。不炖了。来。不炖了。不炖了。好不好？他故意从你面前挑衅呢，马总，你就是挑衅呢，马总，你好猖狂啊你，啊，你怎么那么猖狂？猖狂的很呢你，你看他故意看看你，嚣张的很。我不炖他。炖吧。我命令没说了。炖吧，哎，他要炖，你看，你让他干啥？这。似乎是在说你来呀，你来抓我呀！你连个狗都抓不住，我感觉他想拉屎了。你等他拉屎的时候把他抓住。等一下，等他拉一半的时候再去抓。好，先抓住。好，拉好了，好，开始啦，走喽，炖狗肉喽，炖狗肉，水开了没开？哎，没开嘞。你别让他的爪子踢住，别让爪子踢住，别让爪子踢住。馒头，锅开了呀，进去吧。你别让他碰住了啊。馒头，看不见，全是烟。馒头，来吧，进去吧，馒头。馒头，怂了，进吧，怂了，你们可牛了吗？来，泡热水澡，进去，水开了，怂了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，哈哈哈哈。
咋地跑了？哎，你跑了我？哎呀，干嘛呢？哎，僵硬了，僵硬了，吓着了。这狗狗啊，还有其他动物，应该天生的都害怕火。来来，贴下锅，下锅。怂了，怂了，怂了，腿都吓软了，腿都吓软了。小样，来呀，来。这想跑了，这是啥表情啊？这是马腾，因为这个怂样。怂样。